香港艳星吴雪文外形甜美清纯，身材火辣，曾拍过不少三级片，最广为人知的是和梁朝伟合作的港片韦小宝93摩登闯情关。当年他的气质出众，被不少人看好演艺前途，却在大红时期传出惨遭黑道盯上，还被打断两根肋骨，最后退出演艺圈。吴雪文先是和梁朝伟合拍韦小宝93摩登闯情关，饰演梁朝伟到了现代后的情人，隔年又演出赤裸羔羊二性追忌令，在片中演出邱淑贞闺蜜，和郑浩南有大尺度露点演出，由于演技精湛，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，一戏爆红，却也因此被黑道看中。据悉，当年有黑道看中吴雪文的前途，指明要他演出三级片，吴雪文想都没想就拒绝，因此得罪黑道势力。某次他深夜外出时，就遭对方报复痛殴，最后两根肋骨被打断。外传他从此对演艺圈的黑暗面失望透顶，1997年退出演艺圈，四年后嫁给印刷大亨杨耀宗，成为专职的家庭主妇。已经54岁的她，先前被拍到上街购物，模样依旧保养得宜，婚姻生活很是甜蜜。